我们前面应该是连续下坡哈，走。现在海拔4285。下坡慢点儿，一下坡就路白2888，帅！哇，这边啊，我们走里面，别走外面啊！能过得去吗？推过去。外面太危险，走一边。我去，里面好过吗？那也走里边。不好走，但是安全啊。下方我们到前面，我休息。我过来了。哦，哦，我们得左转啊！我们得左转。
上定机场。行，我们这段先到这儿啊。